好了，来来来，对对。好好好。请理论讲师慈悲，前到一鞠躬，空到一鞠躬。讲师好。讲师好。请坐下。祖先，阿兰各位各分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前辈，大家午安。好，老师午安。咱今仔日1908年一月的这个开会班啊，头拄啊讲师所讲的吼，相信咱加加减减吼，会有一寡心得啊吼。啊，所以讲，要咱今仔日修道就是吼，要把咱的心。愈来愈单纯化，啊，要安怎单纯化？就是咱听了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师所讲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渐渐啊，从咱心中的这个执着去除，吼、哦，啊，执着去除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头头啊，就吼，会当在生活中，会当活得自在，因为会当活得自在，其实，会自在的自在，这其实拢是心的关系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吼、哦，伊头拄啊尾后。有咧讲，讲人心若死，道心才会当复活啦吼。啊，所以讲有一句话讲吼，打死人心法身章。因为咱即马拢有安排真侪讲师啦吼，所以复学的课一定就是两次啦吼，未较未想讲伊则吼，拢差不多拢是复学咧讲会较侪啊吼，安尼会剥夺啊咱即个少年的迄种少年轻的讲师吼，因的学习的权利啦吼，啊所以呢，今仔日头一班吼，咱即个阿林国主编拢特拜我甲复学来头一班啦吼。所以咱今仔日的道歌呢，就是叫做《白杨的诸行》哦。啊，《白杨的诸行》这是咱老师呢，即讲话好哦，伊的诸文啊吼。啊，伊的调就是用白牡丹吼的这个调啦吼。啊，咱即摆来看第一段。好、哦，第一段咱。各位真诚，咱大家做伙读一遍啦吼。白杨天，秋开半，春叶报正，空满空南。冰雾见，极似天，故尽长天。遥感，
法，功夫不可立标杆。哦，咱吼这段内底，你讲的功能的意思，就是讲做平静的海面吼，啊，突然间这个起了波浪，就是讲吼，咱这个人生本来是做善良，但是呢，而且呢，煞到尾啊呢，怎啊变人心吼，无像较早较善良，就是道德吼败坏，啊，人心恶化，啊，所以讲会造成讲吼。啊，君臣吼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啊，夫不夫，主不主，啊，就是讲，拢无，大家拢无照咱家己个吼，无顺其自然行啊吼。啊，所以讲，伫这个当中吼，道德败坏，咱也看啦吼。像过去吼，几年前发生个这个油个事件。哦，迄个油拢用迄种啥物咧地沟油啥物货落去制作个啦，哦，啊，佮有迄啥物饮料是毋是讲啥物哦，啥物像讲柠檬个，啊，啥物草莓个口味，啊，啥物货，迄拢用香精啦，啊，用香精吼，结果迄个把即个原料卖互只个饮料业个迄个人吼，个迄个头家吼。伊家己拢啉啥呢？伊家己拢啉白滚水，拢榨一罐迄个矿泉水啦吼，安尼吼榨的。伊的饮料伊家己唔敢啉啦。哦。哦，看即卖人为着家己损人利己，哦，反正讲我若有钱通赚就好啦吼。像尤其最近吼，较看到一个即个啥，一个吼，咱来讲近咱近是毋是近天气较冷是毋是拢？出迄个白萝卜吼，就是菜头啊，菜头吼，做菜头的，吼，较用一个人新闻所报来互咱看吼，咱来看，真正人心恶化到这个时阵，大家拢损人利己，就是家己的利益吼，别人安怎拢不要紧，咱先来看下。点啊！我拿起。簡單賣哭去一堵了吼吼甚至盛产新鲜的白萝卜也大寒暄。
白萝卜为了让卖相更好，厨师业者竟然将白萝卜的表面涂上了荧光剂，让它更加洁白。荧光剂吃了会致癌，马上找来了学者专家进行试验，要看看加了荧光剂的白萝卜跟一般的差别在哪里。在黑暗的灯光之下，马上现形。好好。哦，可怕。谁杀混呢？可怕可怕，所以呢，这是新闻，这华视的新闻报的哦，所以看真正有恐怖的，啊是啊嘛，咱所以咱即摆吼的人吼。侪毛病缠身吼，比伊讲新闻阁有讲吼，几分钟就有一个人流浪者，所以咧真正真恐怖吼，所以这个功能就是讲，即个道德败坏人心恶化者，吼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吼，伊而且讲白羊天修开班，这修开班就是讲，因为人心的恶化，啊，所以呢，老母因为吼，咱拢是天生顺应人生啦吼，人生啦吼。啊，所以较早有一句话讲，咱人若无照天理，天就无照家己。吼，啊，所以讲，但是咱老母娘足慈悲啦，伊不止讲这个善的教育吼，拢做因淘汰。吼，啊，所以来因此，才伫这个吼，就开天辟地这个愿会吼，一个吼，开天辟地以来，新开班就是头一次，啊，其实嘛是这个愿会内底的。唯一的一处啦吼，吼啊，所以讲，咱得爱呢，秉烛五戒吼，秉五戒结束天，固执中道吼，立标杆。啊，所以讲咱，就是迄种吼，玉祖大师甲咱讲，咱得爱观照，自我观照，啊，就是透过这个道理来观照，用咱的妙，使咱的妙智慧，就像拄啊吼，咱就是。把这个真心来拍死，阿叔，咱的本来的苗地，因为这个发心就是咱本来的苗地位，吼、哦，来关照咱的起心动念，啊，将这个五常、五执，吼、哦，拢来豆豆啊，来去除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老师有甲咱讲，修道办道，就是要最后的目的，是要放下执着，吼、哦，阿叔恢复本来，吼、哦，纯净的天性，就是讲恢复本来清。吼、哦，咱做足单纯的这个心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不管咱是徛伫什么，吼、哦，咱今仔日修办的，不管咱是徛伫什么位，吼、哦，咱就是吼、哦、开始无为而行，吼、哦，就是像讲他拄仔讲的，他拄仔这个讲师讲的，吼、哦，咱点团师就是做点团师的，爱尽着伊做点团师的工课，领人爱尽着伊做领人的工课，人才爱尽着做人才的这个工。从家己的本分做好，啊！而这个人伦方面也是呢，
咱做爸仔好，就是爱一着做爸仔好诶，诶，即个职责吼，啊，做囝爱一着做囝职责，吼，啊，所以咱立一个标杆吼，咱拢吼，着爱培养德行安吼，甲即个培养品吼内底，咱立标杆吼，就是讲咱诶德行若富足吼，啊，每一个人逐个拢爱向你亲近吼，啊，所以讲咱着爱吼。顺着咱的良心本性来做啊，不亏，吼、哦，仰天不亏，吼、哦。那么在第二段，被杨氏酸动了，给他设计功劳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倒白酒，比人行，规滴处理办公用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拍板，啊，工程如何，工程如何，办公用。那么呢，这个第二段呢，就是咧讲，咱伫这个培养期内底，吼、哦，要选这个栋梁，吼、哦，过去刚刚像咧讲，3600是48000就是要选这个。啊，但是咱人吼，足微小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咱想讲，咱想伫咧海中的一个个设备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今仔日。白羊吼，天下设立就是讲上天降道落来吼，啊，互要互咱遮个吼，伫白色伫即个风尘苦海中吼，会遮咱遮个冤胎兄弟姊妹个吼，大家拢有一个目标吼，有一个吼目标会当吼会当来遵循吼，所以讲吼即天下吼，所以咱经内底有咧讲啊，一丁年拄万年暗吼，啊一地灵。要万年富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的福性，咱每一个人拢福性，所以咱着爱自觉、觉他、觉性圆满，会当使咱众生兄弟姊妹，吼、哦，拢会当转迷为悟，吼、哦，啊认真来，吼、哦，修道学道，吼、哦，啊会当建立功德，吼、哦，啊大家咧做伙坐上即个白羊的法座。哦，手牵手做伙，话无极理天吼，会当调节咱老母人吼，调节母人啊吼。所以过去三教圣人，伊度化世人吼，入了这个教门吼，啊，这是足辛苦的。啊，足辛苦呢，但是伊背后呢，是毋是咧三教圣人受着吼，伊的道行天上名流人间吼，受着咱吼，经过两三千年。嘛是还阁受着咱遮个吼，吼咱遮个修道者吼个敬仰，吼、哦、啊所以嘛是予咱效法，啊所以咱今仔日会当幸运吼来诶参加即个三座个普渡，吼、哦、咱对着咱个王师尊吼来吼做伙办即个三座普渡个即个工作，所以呢即嘛是足迄落好顶个殊荣啊吼，啊、哦、像会当。譬如像讲咱吼，咱个好老千嘞，吼、哦，因为伊真心修办道，所以去予上天通为愿力地君，吼、哦。啊，像咱个周典凡师，吼、哦，咱周正山典凡师，吼、哦，伊真辛苦，不时着去外国开封，所以呢，啊，伊除了开封以外，在台湾吼嘛是尽心尽力。哦，伫咱个单位，吼、哦，安尼尽力落来做伊即个医检凡事个职责，吼、哦，所以讲现在人伊已经升职泽恩大仙，吼、哦，所以伊个伊升就泽恩大仙，但是伊个名留伫人间，互咱敬仰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是毋是像咱走来现象个时阵，吼、哦，伫即个现象完毕个时阵，咱拢。诶，迄种吼，早先，比如讲早先香，早先香礼毕，啊，来个左仪跪，泽恩大，感恩泽恩大仙的口号，吼、哦，对，啊、哦，所以讲就是，所以咧，伊已经离开咱差不多已经十冬，十几迄落十冬外啦吼，啊，但是呢，咱到今嘛是一个咧感感恩啦吼，所以这就是功成如何。吼、哦，会当供养着农民，啊，而且德行，吼、哦，天上啊名留人间，吼、哦，所以功成如何万古香。
那第二年要回家庭讲还债，无牵挂，非便捷千里马，开元顶风头皮擦啊！伊个鳌头独占哦，这是我好不上来要念。鳌头独占哦，鸡和叉哦，所以讲，咱你这个咱虽然今仔得到的咯，但是讲咱嘛是爱。咱虽然是得到当下咱顿哦，但是咱嘛是爱接受啊，爱接受就是讲爱透过行功了愿，吼、哦。因为嘿，咱求道的时阵呢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莲花座，吼、哦。这人捌带迄个算啊，就是讲迄个举手，吼、哦，啊去游这个天堂的时阵，伊讲咱每一个人拢有天花座，而且莲花座，而且迄座内底吼有一个名。哦，譬如讲我何克，哦，何克个名，何克即个就是莲花座，哦，啊，内底有写名，都有相片，听讲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安怎嘞？但是嘞，咱即莲花座就参像花，你花吼、哦，是毋是咱着爱压水，较会水？啊，我请问各位前辈，咱即个莲花座着爱用什么花来压，较会愈来愈大丛？功德水，功德水嘛吼、嗯，所以讲表示讲就是爱叫咱吼爱行功立德啊，吼，所以你行功立德真重要，吼，所以有一句话讲，愿也袂当了，就无法度成功嘛，讲愿不能了，人嘛相反，吼，所以讲你也看像咱过去吼，咱前阵常咧讲的一个吼，七十岁的老菩萨，人叫伊去外国开封，一般若像，譬如讲若像佛学吼，伊就讲。啊，我食到遐老，我无法度要去到外国。迄真正人讲在家就真好，出外条条人个吼。啊，所以讲，但是伊嘛是吼，会顶悬有灵，伊嘛是真正着去。伊讲啥？啊，我若无去，我当只咧等老呢。吼、哦，咱讲等老较好听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偌济人爱，你看，伊就是有真正有即个心，所以愿意去付出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。不管是开封，还是在世法师，吼，还是下心办道，或者是讲设立佛堂，吼，佛堂就是等于一个白羊的法尊，吼，代替宣化，吼，啊，会当尽心尽力，所积为利行，吼，为道牺牲，啊，为咱众生兄弟姊妹付出，吼，为道来效劳，吼，这就是讲咧行功了愿啦，吼，所以讲，人讲当然不容啊，吼。啊，迄个工作并无认真，伊常常咧讲个讲，轻功了我卖细字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就是爱每一个人拢着爱把握，吼、哦，那安尼呢，咱拢吼会当将来会当多留人间，吼、哦、啊，迄、那个多行天上名留人间，吼、哦、啊，会当低头说，会当迄个加上吼插在即个旗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第一段就是讲起咱爱把握这个六万人愿意来头一次的因缘，爱财法得团心团开，爱过福境，哦啊，譬如五戒放下自我的执着，哦啊，而且爱保持初心无退转。那么第二段就是咧，甲咱讲咱爱自觉觉他，爱觉行圆满，吼啊会当咧。人讲吼，一住求得九遍七座同江灯，啊一住心得九遍七座自超生。吼、哦，那么第三就是爱把握时间吼，会让道行功德立定。吼、哦，所以这就是这三段呢，佛学诶个人诶浅见啦。吼、哦，啊咱即卖咧来请咱，吼、哦、咱诶孙哥来主吼，来甲咱唱一条《白羊诸行》。